我们共同今天以及还有出席的哈，就是有出席或是有来声援，就是地球公民基金会、台湾人权促进会、儿童福利联盟、看守台湾协会、董事基金会、消基会、台湾环保联盟，好，那包含我们有民进党立委田九景的办公室的主任，他们也非常的关心哈。那另外还有就是台大工卫系的吴老师吴坤玉老师哈，也非常的关心这件事情来做声援。然后民进党立委林淑芬委员哈，办公室也非常的关心这件事，只是因为今天他们在党团那边有会议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绿党哈政策部的主任陈玉琪也来讲一下。已经在短短的几年内出了非常非常多次包，台湾的食品安全出现了极大的漏洞，可是民众的安全也亮起红灯。可是在这个时候，全民之吃毒的时刻，政府居然还在讲风凉话，食药署署长居然还可以说吃馊水油不会致癌这件事情，我们完全觉得这个政府应该要立刻的负起责任哦。尽管2013年已经通过了食品毒性化学物质的管理修正法草案，2014年的立法院其实也通过了食品安全卫生的管理法，但是其实今日的种种事件的显示，食品安全根本没有获得彻底的管控跟解决哦。那一向重视农业跟无毒食物的绿党，我们主张食物安全不只是分析这些重金属跟有质物质存在的多寡而已，吃到纯粹干净食物的吃到纯粹干净没有毒的食物，根本就是一个基本的普世人权，而不是有钱才是购买高价有机食品的一个阶级特权哦。所以绿党主张呢，除了立刻应该清查相关油品流向以及下架之外，还要检讨现行的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并且更要从整个国家整体的源头粮食跟食品安全的政策开始做起哦，包括从鼓励在保存在地的原生种子，奖励环境友善的小农，到食农教育的落实，也是我们今天的诉求哦，才是整个保障食品安全跟有序环境的解决之道。我们不认为郝龙斌所说的什么重罚或是无期徒刑或是死刑是一个解决食品安全的解决之道，而是应该要从国家的源头，从食品安全、从粮食主权开始做起。所以绿党在下礼拜一也会举办食品安全跟粮食主权的一个政策的论坛，那也希望我们能够提出一个所有民众都可以吃得起、吃得好的一个粮食健康安全的政策。